8月17日，由陈坤发起的心灵建设类公益项目“行走的力量”拓展训练从云南出发。22日，陈坤在其个人社交账号上晒出行走成员照，其中一张注明“行者 Alex Chen”， 就与早年陈坤公布的其儿子英文名一模一样。此人应该就是陈坤的儿子陈尊佑。图中左二，陈坤的儿子陈尊佑2002年2月14日出生，小名悠悠，今年已经16岁。陈坤的儿子母亲的身份向来散缄其口，至今成谜。15日，陈坤就曾曝光过儿子陈尊佑的后脑勺，当时引起众多网友的猜测。陈坤14年父亲节晒出与儿子的合照，不过虽然儿子已经这么大了，陈坤却依然保持着少年心性，不仅时不时在微博和网友互动，暴露自己是个网瘾少年的事实，更是不经意地透露了自己对粉丝文化的了解，让粉丝忍不住调侃，坤哥你怕不是个卧底，请陈坤离粉丝的生活远一些，喜欢就光个住呗，关注加私信便可获取零元设计和免费报价哦，现成都地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